感觉出来了，感觉出来了。光我平常以前我睡6个小时都睡醒了，这睡7、8个小时睡不醒。那原来那日原来越老睡觉越少。哎呀，那六七十岁人家睡5、4个小时睡不醒。我是越睡越伤身呀。嗯。还光出芝麻糊烟了。这我喝水喝的少，芝麻糊。你得领着我检查检查去。检查去。血压有问题了是啥？我得看看你。 大家好，我是修理。这今儿个上午跑拉拉挣了一百多，下午这单也排满了，估计也得200多吧。这个上午给俺娘买只烤鸭吧，他说有个烤鸭挺好吃的，之前吃过，俺娘没尝过，买了个家尝尝。52块钱啊，三斤肉，骨头扎了扎。 起锅烧油，今天用这个电锅煮个面条啊，再来点，搞个葱花。哎呀，整的有点仓促了啊，搞个蛋。呀，糊了，哎呀。 不是，刚才找葱花，恁没找着，拿了往上边了呀。哎，兄弟知道你好蒸菜，好吃的，买了几块钱的蒸菜。嗯。烤鸭，恁奶奶不知道咋吃点儿，你教教他。咋就过了？你喝这个大碗的呗上。喝这个都难。你喝这个吧，给我喝那个小碗的。我没成。你叫我喝这个啥？叫我喝这个吧。 你喝这个大碗的，那吃呗，俺买了多，咱没有你吃了。那吃，嗯，那等着吃就行了。嗯，北京烤鸭。
都染了冰凉，看了吗？好的。啊，发烤鸭，我给你夹给你尝尝。我知道啊。啊？你就拿我这个，拿啊。都让接这个饼，嗯，夹着肉啊，夹这个肉，看到吗？然后再夹点那个葱花，刷点酱，对，倒个鸡块。这个是炸了这个骨头呢，嗯，啊，炸了这个骨头，嗯，吃吧，嗯，好吃不？娘这个烤鸭，嗯，好吃，嗯，兄弟他开始累了，好了吗？不吃饭吗？他。就这个那吃了个凉皮儿了，开车也累了，夜里黑着，装了那个一百多件，出去累了，让他歇会儿吧。歇会儿啊。啊。嗯。咱吃都中了，他睡醒了再吃。嗯嗯，中。这面条好着了。嗯。来点葱花。这酱得多抹点才好吃。吃呗呀。吃嗯，吃吧。想吃啥、啊、你给我说，等出去拉完货回来都烧过来了。啊？嗯。哎呦，一些是那个味儿啊。嗯。哎，这是煮的，嗯，这面好吃。吃完羊这烤鸭，嗯哼，不吃。对，吃呗。不吃了。吃呗。12:50啊，吃了吃饭，赶快来充电了，充上这个半个小时吧啊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就开始出发去这个鹤壁，100公里啊，来回200公里，啊，今天又是这个认真干的一天啊，咱们。下期见。